说到山东临沂，你会想到什么？革命的摇篮，沂蒙精神的主要发源地。平时咱们做节目，其实接触山东的选手也很多。说实话，对于他们的印象，朴实，对，诚恳，对，然后加上方言的话，还挺幽默。多才多艺，沂蒙山好山好景好风光，正有好姑娘好小伙今天等着咱们来给他们穿针引线，非常期待他们的出场。